那接下来呢，这个观自在菩萨就为舍利子，也就是舍利佛，在细部的开眼，因为就是没有入啊，如同我们一样没有入，所以细细的再从这个下一段的经文了解。那这里面的这一段经文孰能详，就是舍利子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受想行识亦复如是。因为色没办法空，所以再来讲一次。那缘起假象谓之色，就是缘起法，就是妙有。那你会读这个是妙有还是苦有，那是你自己的问题。它的实相就是缘起，所以有些时候把自己的问题变成所有一切的答案，这真是愚痴也。有些时候自己的想法啊，自己的定论，事实上所有的缘起的这个现象，这个就叫色。那它的道理呢，是无自性，所以是叫空。因为有跟空是因为有才说空的，如果没有有就不用谈空。空的道理是建构于我们执着有。那我们看这个假象啊，就是缘起现的这个相没有实体，那它的属性其实就是空，所以有最后一定会恢复到不再存在那种固定相状，所以色与空是没有差异的，这就是色不异空。虽然没有实体，但是又真的可以看得见，所以这个空的道理不排斥于色的存在，所以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。这个色法一定要有因缘才会升起，不用等到色灭你才知道空。你只要去认真的知道这一切存在的是一种暂时，这个暂时如果你以生命的长河，你不知道轮转几千万次啊，每个人都一样啊，我也是同样啊，那我们就轮转几千万次啊，那你要知道不用等到色灭才知道空啊。那这一次一次的刹那刹那，今天吃的这一段饭，这顿饭，活着的这个时空，以轮回来讲，那根本就是一个很小点小点的东西。那个一段呢，微尘粒子。那你有些时候的坚持，那五蕴呢，内心的坚持呢，怦然心动。其实在生命这整个轮回的路上，其实就是一个脉动而已，就是这样噔一下而已啊。那在这上面就粉身碎骨了，痛苦到哇哇叫啊，心里哀嚎到不行。所以这就是我们要看破它，看破它。所以当体即知道是空的，这所有的经验，哎呦，就是经验啦。强调强调那么多经验啊，强调强调那么多生气，强调那个爱恨，真是在幻生一切万有，是不是？如果这样，你就会知道，就是因为空，所以才能生万有。那性空就是一切色法的本体，所以空即是色，就是用缘起性空来解释。这个缘起性空的这个空这个字，
我们使用它这个空在表达它的虚妄不实在。所以缘起相是有，可是它性是空，就表示它的性质是虚妄，不是永远存在的。那我们再看到这个缘起的诸法都是依空才能够升起的，所以这个空啊，不是我们想象中什么都没有的空，而是自由的，它就是自由的，这就是实相。那这个时候讲的缘起性空的这个空，就是在讲它自由的妙，自由的妙，这个才是毕竟的空义。我们不要用有无的对立来读缘起性空，那真会打架。所以我们知道一切里面可以允许无限的发生，而你不可能阻止这样的发生。那这里我们在了解世间里面的事事物物都需要各种因缘，这个缘组合生起来，这叫缘起。所以一切的事物要托缘仰仗这个因缘才能够生，那里面没有实在不变的个性。所以说性空。那如果说我们把它看一个物品，随便举个例好了，如果你今天有个瓷器，它是由泥捏的，然后经过高温烧成的，就是变成砖瓦瓷，它存在是因为功能，存在的时候这个砖呢瓦或是瓷器是因为功能，所以这个假名就给它用了，所有的条件呢看起来很重要，少一个都不行。等到这个碗呢瓷器破了的时候，这个假名就没用了，假名没用之后，这个成为碎片的这个小破碎的这个瓷器的这个片呢，在经过很长很长的岁月或其他的因缘，是不是还会解离呀？分成碎碎碎碎的啊，压碎啊，碎碎碎碎之后又成为大地泥沙中的一个单元，然后又在所有因缘和合的时候又变成了另外一个物质的某一个部分。你这样来看，其实也不是这个砖瓦烧成之后就再也没办法还原了。那说起这所有的一切，在变异当中，从有回到空，再从空上面因缘和合又现有，所以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这是很简单的道理。所以如果就这样而言，这个色蕴照理讲很好破啊，这道理听很多，为什么就破不了呢？其实最难破的就是自己这一块臭肉，对不对？就会在这上面要保护它、维护它、喜欢它，是因为这个重要，所以外界重要。如果这个不是很重要，那外界的一切也就没有那么多标准。为了让它好，
为了让它漂亮，为了让它暖，为了让它饱，为了维护它你所喜爱的象征。所以空不掉。说个故事穿插。这出家人呢，有一个僧团，里面有一个比丘尼啊，长得非常的庄严好看。他有一个师兄啊，就在心里头暗自的放不下这个比丘尼啊。而这个比丘尼他自己知道，他知道这个比丘啊，这个师兄啊，对他的外貌甚为挂碍，其实挂碍别人，挂碍别人其实就是爱自己的感觉，对不对？这有一天啊，这比丘尼就把自己的脸啊画了个花脸，刀片就割他。上堂的时候啊，人家脸上有疤，他就走啊，走到前面比丘的位置，然后就跟他说：“师兄，你现在还爱我吗？”你舍不舍得画你这张招牌？这是招牌耶，首要的招牌。但这个是非常冲击性的行为啊！修行并不是要破坏这个物相，才来达到空。有些时候，我们不得不强烈的手段，使用一种破坏性来解决内心的这种依恋，对不对？所以这种极端的做法佛并不鼓励，佛是说你处理就好，或是暂时远离啊，去不受其影响。那这是穿插的故事。那我们概括性的说，因缘起而性空，色不异空，依性空而缘起，空不异色，所以缘起无自性，当体即空。这就进入到第二个阶段，叫色即是空。那性空是缘起所依，也就是缘起的本体，所以空即是色。这个就是在讲它的关系啦。刚刚讲不异是一个次第上让你理解，现在讲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就是把它当下的一切直接连结起来，说它的关系其实一体两面。中论里面讲，未曾有一法不从因缘生，是故一切法无不是空者。所以这个地方讲啊，就是有这个空的意涵，一切法得以能够成就。如果没有这个空的存在，就是空的义理，一切法不成。这就在讲我们内心洗涤不掉的东西。其实你的这些想法也来自空啊，对不对？你的所有的觉受，从什么时候，就是当下那个不守真如，每一个当下，每一个当下，其实都是有一个空档。我们学佛的人常常在讲念念生灭，这一念一念好像滚着夹杂在一起，所以常常讲断相续心，对不对？其实修行的法门就是找那个缺口，任何的法门都是要你在念跟念的中间去找到那个刹那的缺口，就是回到空。那你那个刹那的缺口
体证了，下一个缘起就不会被前面所绑着，于是他就是清净中出发。那每一个缘灭的时候，也是回到那个空，所以也不夹杂前面残留的东西。那这个就是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具体的说啦，要练习，要练习，你只要不把每一个现在用残留的方式去保存它，你就会慢慢的得到某种程度的自在。那这个时间越迅速越短，你这上面就不会做超连结。那个自在是什么都无法解释的，因为那就是毕竟空，就是实相。那我们总是不了解大般若经里面讲到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不应于色求，不应于受想行识求，不应离色求，不应离受想行识求，如是乃至不应于一切智求，不应离一切智求。所有这些的说法其实都是要表达它毕竟空。我们如果会有某一个牵绊，你就会带着那个牵绊去找另外一个答案。那在过程里面，这个牵绊值不值得？如果你以痛苦的角度来看这个牵绊，你就以痛苦想要去找到一个答案。如果你是以快乐的角度要去寻求快乐的持续，那快乐也就是一种牵绊。如果你对于所有当下的一切，你都用这个实相毕竟空的智慧，就是关照它当下这个东西，这个东西啊，是世俗的感受或是出世间的解读，这些东西都是相应有我这个心所这个东西，所以我才会在里面忙碌。把那个清净的点把握好就好了，所以不用去想要去求这个智，想要去求那个答案，但过程一定会有发生解读的，关照他、看破他的这个动作，这个是很必要的。但是当你懂得这个道理，了解它中间的这个空，回到空的时候，就即刻把它放掉。那就是无智亦无德，心经其实就说这样。那我们众生啊，就是迷这个五蕴的身心，不能了悟缘起性空，所以依缘起因之后，当然就会顺势走有果，这个就叫流转。所以受无尽的生死，如果可以依般若观法，刚刚所解释的这种观法，就可以度脱生死的这种牵绊。
同学这样可以了解吗？可以了解，这是可以有很多的体验、啊、其实可以有很多的体验。当你的生命受到一些威胁的时候，你会毛骨悚然、欸、你会毛骨悚然的要去避免，要去避免这个威胁的，让自己暴露在这种威胁当中。其实这个威胁它是不是依然存在不重要，你所感触到的是那个恐怖。如果你把恐怖丢掉，然后那个实况你就能处理。我这样讲，或许同学还是不大好进入、哦、今天如果有你要过马路，左边右边都有车子，你要过马路的时候，你看到左边右边的车，如果心中产生哎呦车好多好恐怖，怎么都不停，不等一下会被撞到吗？你停留在这个恐怖，就是因为生命受到威胁，所以你停留在感受，你停留在心法，这个时候过马路变成一种威胁。如果你今天直接照破色运，我要过马路，左边右边都有车，你的重点在左边跟右边的车来去的时候，它会交错交错当中有一个速率的读法，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车的速率的读法，还有你这块肉在走的时候它的速度，其实这整体而言做了融会贯通，这叫观照。然后你会找那个缺口，一闪一闪一闪的就过节。这个时候其实没有第二想法，这叫用根不用事。这样听懂？那我们一般来讲，以车的速率跟它跟你要过节的这个事实，如果再加上时间空间的压迫，就是你要赶快过节，你迟到了，这个上面就会产生很多的造成你心中那种不舒服跟那种压迫感，很多的重量压力就对了。其实人是在想象要追求一个所谓完美、哎、同学或许你比较想要追求完美，我不想追求完美，所以我比较自在。人会多一根白头发拔掉它，因为喜欢它全黑，对不对？长了一颗痣，点掉它，因为希望一张脸颜色均匀。然后有的东西就希望它不缺角，因为那不是瑕疵品，这是每个人个别的自我追求，你追求的这些东西其实都很假，对不对？是不是都很假？但是我们也不是说错就是对，对就是错啊，这叫颠倒，不是竟然是这样，而是看懂语言文字是方便嘛。前面才读过嘛，
所有众生呈现出来都有它使用这个东西的一种表现方式。实相中众生的这些要求，或是你自己的自我要求，这些东西都是法执。你接受了别人的法，也在心中想要呼应他那个法，给他一个答案，给你自己一个答案。他的五蕴跟你的五蕴成了非常密切的纠葛。所以回到修行来讲，持戒，持戒而不是被戒所绑。修行不是为别人而修，你有你该圆满的一切，不为一，也不会不为特别特定的。如果你可以真正这样无相的如法如律，何必担忧太多呢？对不对？那实相其实就是这样。那这里讲到这个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再说了，重复再说一下，我们讲五蕴身心呢，其实相生灭无常，体常住不变，所以万象从它的形象存在上看是有。那事实上它是绝对平等不生不灭的实相，真如理性。那众生呢，就是不了解。那回到主题，你直下承认，你直下承认这个幻象当体，让它回到空，很快你就会在这上面有大突破。像很多人呢，心中起了个恶念，然后第一看到哦，我跑到恶里面去拉回来，然后再惭愧自己的这个恶念的这个整体，是不是会这样自我再教育一下，然后自我折磨一下，自我谴责一下，谴责一下，然后再自我向佛看齐一下，对不对？那这些需不需要？当要告诉你佛跟你的差异的时候是需要。说实在话，严格来说后半段不用做，因为你已经知道了，已经知道就好了。现在要向佛看齐，永远看不齐，自己落差太远了。所以啊，很多人会笑落差很远哦，我觉得好失望。我以前也很失望哎，我现在哦就觉得不用失望哎，因为你再怎么想，那个距离又不会因为用想的跳过去，所以倒不如知道就好了。如果自己跑到二，拉回来，看到自己二，不要责备自己。他也不纵容自己哦，就知道刚刚是虚幻，以后不用再有这种虚幻，不用自我期许，也不用责备，让他回到空，这样就好了。那你晒呗，有时候戏码演太足了，你知道，戏码演太足，每一次都要把戏演完。其实已经懂了的点就得破，每个点如果你能破的话，是不是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是不是当体就是这样嘛？这个就是中道，中道义。所以前面
用不易，现在用即是，就是一个次第法嘛，跟一个当下。那这个即是，也就是中道的义理，是不着空，也不着有，那是完全明白，完全放下而清净。那我们在讲这个心经啊，他讲到凡夫，就是我们是凡夫啊，不知道缘起性空的道理，所以处处都会黏佛上。那黏了之后，就要用空观来觉证，知道这是空的道理。有没有办法马上当体即空？其实没办法，所以要不断不断的重复，不断不断的重复，就是要摄用归体，是不是就是要摄用归体？所以刚刚讲啊，你已经了解了，是不是就叫你摄用归体？摄用归体之后，你再依体而起用。比如你刚刚起了个坏念头，把自己抓回来，又骂自己，骂一骂，惭愧之后向佛看，跑太远了，你回到体就好了，你回到空毕竟清净就好了。啊，这个好之后，你是不是随即会依实相应这个缘而去圆满它？这样是不是一体起用？这修行就是这样，就是对了。那二乘人呢，有些时候是停留在某一种理论，就是了达诸法皆空，这个空了，我执已破。举个例，就刚刚呼跑到一个坏念头，看到我自己，这些空，这是我所，这我所是空，这空了，所以我不应该执着这个。哎，佛有，对不对？我就没有办法像佛那么圆满，所以我应该像佛一样，毕竟空，一直是空的。把佛想错了，所以空执未破，也就是法执。一味的单空至极，好好想啊！你看佛说三界如牢狱，众生是冤家，我还是管理好我自己，是基础的基础，就是基础功一定要达到。所以度众生，回小向大，暂时放一边，这修行过程里面一定会发生的嘞。这样说不是说二乘人错呢，是一定会发生的。但是这个停留不能太久，因为这时候暂时放一边，并不是真正佛所说的。所以佛反过来就骂了，骂他，就骂他，你骄牙败种。骄牙败种，永无成佛之机。所以佛也是说啊，你误解我的境界啦。所以就于这所有的一切里面，再用假观来知道真空的离体，也就是实相，并不是离一切诸相而别有。知道这所有的一切万象里面就是真空的道理。所以再重提起用，那全教的菩萨他是能够入空正道，然后也懂得出假度生，但是在这过程里面就是
那个过程的办法还留有痕迹，也就是入空的时候认为有理可证，这是证道的一种肯定。那出假的时候认为有生可度，这是度生的一种认同。所以全教菩萨他是留着痕迹，那依着这个痕迹要去完成。那这种他根本的问题是空法未忘，就是这个办法他没有忘却。比如说有个坏念头抓回来，我一定要把自己抓回来，不抓回来我就去了，所以这个办法留着。那回来之后住在这里住一下，哎，不对，我应该度众生，所以在起步走，所以它是变成是什么阶段性的一二三，这叫全教菩萨，它是有这个路径，那这样的一个做法，它不能够圆融中道。那如果以中观照之，就是入空正道的时候不着于空，同时当下能够出假度生，在出假度生的时候不住于相，同时也是在空当中。所以空跟妙有，空跟有不冲突，所以入无入相，出无出相，空即不空，假亦非假，色空平等，不着空假，这个就是中道。那这个就是体用和融。那菩萨要做到什么程度呢？就是念念度生，不见有生可度，心心求佛，不见有佛可求，无证亦无度，虽无证无度，而终日如是度如是证，空假圆融，色空无碍。这是体用和融，色空不二，是不是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？那同学要练习，不是要把它当成标语，很多人都把它当成标语，就是背得很熟，忘记标语，然后真正的修行，这样才能够脱壳，脱这个壳。你没有觉得语言文字是壳吗？你不觉得你这个人也是壳吗？真的齁，有形的壳，然后心中的那些东西是不是也是壳，然后躲在那个中心点里面啊，真冤枉。好，这个就是要知道，如果色跟空把它分开来，哎，有色没有空，可是现在是空，这个色与空没有关系，这个是不能融会贯通的人，把它二分法。所以色若异于空，就失了妙体。其实色它的体就是空，空如果异于色，就失了妙用。如果你一直住在空里面，就失了妙用啊！你以为一切都是空啊？那你就没有办法有这个妙用。所以色空不相即的话，体用隔碍，不能圆融。所以在色的时候要随缘不变，处空的时候不变随缘，用色而忘色，正空而能忘空，那就不会有离色密空，
以及执空废色的这种毛病，这样修行才是圆融无碍。那同学在这个学习的过程，你要次第上学，这个有必要。那次第上之后，体证呢就要融会贯通。人修行，你体解到什么程度，就会住在那个境界，住一阵子。这是众生一定有的，但记得出就好了。也要看啊，无智亦无德。我现在是求智亦想得，中间呢有智亦有德，最后无智亦无德，对不对？这是次第嘛，佛不会怪罪我们的啦。只是自己要懂的，路还没走完，路还没走完呢，就要放下前一步，才能提起往前。那我们要证得自在，必须借由三观而入。那这个三观就是空观、假观跟中道实相观。始终心要里面有讲到，真谛者泯一切法，这就是空观；俗谛者立一切法，这就是假观；中谛者统一切法，就是中观。就性德之理而言，叫做三谛；就修德之智而言，叫做三观。那我们修行呢，如果没有空观，就停留在事相当中，没有办法显法身之本体，就是生命永远就在现象中，不可能脱俗入道。那修行你就是要懂得毕竟空的道理，还没有懂得毕竟空的道理，碰到那个空的体会，相似里面的一个相状而已，就是过程里。所以要有空观，要不然就留在事相中。如果没有假观，就没有办法看到一切的妙用，又如何去圆满呢？如何入世而度生？那如果没有中观，就不能够显扬法身的体用不二，不能够去两边之空有两边，证得圆满的中道。所以三观是不可思议，但是三观也不可得。三观也不可得，因为我们有这种病，所以要吃这个药；有这样的障碍，所以要用这个法。但记得，这个万法，因为我们有这些的存在而立，它毕竟是空，所以修行到最后，就是三观而非三观呢。那我们不大好了解的话，就再举例，这个例子是经论里面常用的，说我们用金子来打造各种不一样的器皿，你是项链也罢，手镯也罢，那你是金盆也罢，那形式上我们可能会看到装饰品啊，日用品啊，金汤匙吧，所以啊，我们说依金来制各种的器皿，不管你是手环、项链啊、金戒指啊，或是金盆呢、啊，这个差别相是不是出来了？差别的功用也出来了，形式上面
哎，又不同。事实上是没有字体的。这个手环呢、啊，金环不会跟玉环说我比你贵，对不对？啊，所有的一切，我们如何来认识？其实就金本身而言呢、啊，这些金的器皿离开了金的本身就不成立了。因为它是由金来打造这个像，所以这个像虽然是假，它的体是金。我们不能够费金而去求这个气的存在，因为它是金打造的嘛。我们不能够废掉这个金去求这个气的存在，也就是我们知道它的道理，我们不能说这个像它不存在，它只是由它打造的嘛，也不必毁这个气，另外再寻一个金，也不用说我这个玉镯子，或是项链，金镯子或这个项链，我要废掉这个项链，金项链跟金镯子来找到金。所以，当见这个金镯子或金器皿的时候，看到这个镯子项链当体就是金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金呢，你不用另外再去找，它就由这个像已经表达了。所以这是平等相，不用取着气的差别相，所以气气皆金。那你对于金气就不会有颠倒妄想，气不异金，气即是金，金即是气。其实佛法要讲的就是这个性相圆融，性相不二。那我们在事相里面，就把那个就事而言，就理而言，抓大了的，是不是很强调我就事论事，就当体没有办法去看到那个空嘛，所以他的就事论事就是着于事，我跟你论论道理，就着于法执。所以不是相上的执，就是法上的执，就是没有办法了解这两个不二。修行啊，我们以人来把它做一种分析，都会懂得这个色是物质，然后自己的这个色却不把它看成等同外界的物质，常常会把它独立个别化，所有权属我，那这样子你很难打破。那如果精神上来讲啊，这个心法嘛，心法就是讲精神上，那物质跟精神两个其实它是一体的，那在上面都是圆满的，我们不能够只着重在外界的物质生活，然后精神思想上面不顾，就久了你就会觉得你是行尸走肉。那也不可能啊，偏重于内在的精神思想，然后这个物质完全摒弃而不用，这不可能。人都有穿衣裳，你走在路上都有喝水吃饭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上面只是说你的精神是清净无染的，你的物质是随缘，在这里面实相里面的实相因缘果，不是在讲造作因缘果，在讲它这个
清净的无杂染的道理。所以如果肉体啊没有精神的维持，就失去了它的正确的作用。那精神如果没有肉体的供给，当然也不可能继续有妙用。肉体跟精神有密切的关系，其实对人而言其实就是这样。那受想行识亦复如是，这段经文受想行识亦复如是，这在讲心法。五蕴中就是先举这个色蕴，其余的四蕴也一样，如色蕴是虚妄不真实，所以当体皆空。我们曾经举过好多的例子，这个受啊，